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Huli TV. 你有哦，这次你又精进哦，没有，我这次乖的。 OK，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同样的嘉宾，不是同样啦，like a close friend of mine 啦，我们很 happy 啊，跟他玩啊 next，因为上一次他没有被叫哦，这一次。 我们要看他受苦，是哦，哇，好酷啊，到现在都还是很串哦。Hello Hello Hello Hello， 还没有到那一边呢，你要介绍先。啊，快，新的观众不认识你，再来，再来，OK 的，OK 的，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威盛。耶，Sorry 啊，他今天有点 panic 一点，因为今天的 challenge 不像我们上一次的 reaction video，今天有可能他会输。 哦，今天就没有这样容易哦。今天我们就做我们的 second edition of 我们的 food challenge。今天吃什么东西？你等一下就知道了。OK。 This is the challenge. The challenge is. 怎么我觉得我最大力了？一样啊，没有啊，那个形状看起来我都很高嘞。没有啦，一样啊，刚才我们已经aim过的， 哎，aim 过不啦？我们叫什么？我们算过的。OK， 所以今天我们的 challenge 是这样 ，OK？ 啊，obviously 我们有三个 watermelon， 对不对？嗯。So normally 你们觉得一个 watermelon 是多少 kg？ 我觉得啊，你大概哪看在？我看见。 哦，我觉得是差不多四 kg 这样，四 kg 啦，你觉得3.5 kg 哦，3.5啊，有可能这样重了吗？没有看到啦。That's why we talk about it， because 我们觉得那个如果一个 challenge 哦，三跟四没有这样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次买的是 5.5 kg of freaking watermelon，OK？ 所以今天我们强大力了，5.6嘞，不要紧，我们看啊。所以我们的今天的 challenge is very very simple。 So three of us need to compete， 谁能吃的最快，还有最清洁 ，OK？ 所以你不可以好像丢在地上啊，还是它汁流出来，全部不可以啊。OK。代表如果那个汁留在桌子上，你要勒它起来。OK， 如果我的汁留在它身上啊，这样你就勒它的手了。我到底听了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Sorry 啊，我们不是这样的 YouTube channel，OK？ 所以 OK。 Alright, so we are gonna move on to 我们的 next challenge. 你们知道什么是 punishment？我们的 punishment 吗？我不懂。我也是不懂，所以看我们的 editor 心态好，对我们好不好哦？应该不会再吃苦瓜了吧？Hopefully not 啦，真的。如果你又甜又苦，哇，有可能哦。那它标题写先甜后苦。哦。OK, we're gonna start our challenge. Stay tuned. 他的惨大嘞！我的，5kg。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没有用手吃哦。这样子啊？这样子啊？我以前在college的时候，我也是在下面的时候，真的，本来一开始是用壁纸膜，然后很鬼痛，然后可是那个不是测比赛的，讲要壁纸哦。我不能 try 啊，这样你讲我不公平。然后过后哦，他们讲哦，你一定要用那个西瓜清洁，然后我把整个头这样钻进去，然后转，然后过后我两天哦，头发痒，我的头痒两天。哇，好贵哦，有力哦。还好没有生蚂蚁。来 ，director， 所以我们是怎样吃的今天？啊，所以今天哦有三个汤匙。 啊，我的，这个不是汤匙，这个干烧，用这个摔，这个酱哦，哎，这里有，哦，没有，，我觉得最好是这个，，OK， 抽这个是小，这是中，这个是大，然后我们讲懂，那里面有字是吧？啊，有字，抽到哪一个你们就是要哪用。OK， 我们给我们 special guest 先，嘉宾来，哎，嘉宾，我拿给他洗，西瓜。 肯定是青色吗？对不对？肯定啊，青色啊，对啊，青色。在下面的，在下面的。OK， 来，我们一起 show 啊。正好啦，两红色都是最。来，一、二、三。我的是大，哦，这是什么来的？中。哦，中。哎，今天有我不懂，大有没有大的好哎？没有，中是最好的。中是最好。中最好，这个是大的。其实讲真的。
还可以直接用一下的嘞。对，喂养小是最不划算的。当然啦，小很难挖嘞。我最怕就是拿小，我是不懂你。哇，总之哇，大好哎，大好哎，大好啊，大好啊，大好。Okay, so there is only one loser, okay?So what will happen is this, 我们第一个吃完了 of course 我们可以 facilitate and sell 他们哦。怎么样吃有规则的嘛 ？OK， 我们不可以浪费。应该是用嘴巴吃啊。哎，等一下吃，如果吃到整个衣服都是哎，这样你就脱衣服。脱衣服啊，连来吃啊。证明这个西瓜好吃吗？然后用那个夹夹你的奶头。又在夹奶头啊，这个哎。哎 ，OK OK， 好没有？好没有 ？Am I missing anything？ 没的啊。哎，这个也放，这个我放出来啊。啊，可以可以可以，放出来。僵尸。妈的！没的啊 ！3, 2, 1, go！ 哎，你们不要这样夸呀！嗯，好 ，actually 很难吃诶，姜大哥。哎，你们不要这样紧张啊，喂。哎，哥们，你发出来哦。发出来还吃啊？哦，这个闹怪啊。等顶他的小的给他做好了。哎，难八不喏。给我试一下甜吗？哎，甜啊！我都跟糖尿病了。我还要跟你的。哎，我觉得你，我的好吃哎，你要吃点啊。不用顶，我的比较甜，真的真的。不用顶。是啊。还有我在吗？我这有点酸呢。哈哈哈哈哈哈！那有没有马上坏了哦？酸的就好吃啊。所以我是真的比较甜了，对对对。你看我挖出来几多，我的妈！你妈的，我真的是最甜的。我的，刚就已经打包我们了，现在又打包我们。这个吃这样辛苦啊，那惩罚肯定没有好过。像你下次还会来我们呢？如果我赢就不一样。哎呦，这样讲的话，我就要给你赢了哦！哇，我要打饿了，我要吐了，从此不敢再吃红红的东西。你们笑什么？笑什么？你们笑什么？他讲 dragon fruit， OK？ 对呀 ，dragon fruit。我吃西瓜，哎呀！对呀，你们笑什么？我跟你讲啊，我的 China 的观众狂飙啊，免不了。刚刚发不久就要管。是啊，吃了 freaking 5.5 kg， 你跟我狂飙啊，突然 man， 很糟糕啊。你问，刚才看到哇，他一开出来的时候，全部人以为哇爽啊，就是哪里知道？呀，我跟你讲，这个很深哟。是，这个你特别深，老板，你那里比较浅。深。我要减威力呢。只要你敢选深深的东西吃。我也是，我也是。我看到我的肩底有哎，看到那个吗？妈的！你看，你看，肩底有哎。
骗你。Well done。This is no joke, man. This is 5.5 kg of watermelon. Okay, it's damn crazy. Yeah, congratulations, man. Hey. Okay, 到此为止 ，Bye. 哎，坐下来。什么？哎，王伟，现在你是主角。这一集的惩罚，该那个他跟我讲，哦，输的哦，我就输了。有力气啊，输的哦。啊，用西瓜几夹吧。来，快，几块？输了哦！哎呦，过！OK， 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外面 ，OK？ 输了 ，OK？ OK， 我是 steady 的 ，I win with honor and I lose with dignity，OK？ OK，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bscribing and following us on our Huli TV。Please continue to share and subscribe on our channel， and also follow us on our Instagram Wilson Sim Heidi。And also Lee Chi Chai. See you guys! Yeah! What? Ayoy. Pee my mouth.